谁创造游戏，我想看一下王蓉演。王蓉啊，好，王蓉请出恋。那你给他配个谁？那有意思了，刚才让你站到那么高顶上，谁出的主意啊？王小虎。哎呦，看看你们俩怎么搭配啊，你们怎么演这个戏。来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哎呀，时间不够了，我走了啊，拜拜啊。老婆啊，都完了，演完了。老婆，你走的什么快？我来不及了。哎，老婆你走的太快了，能不能不走？你就在沈阳待着。我来不及了，真的，真的，那边演唱会就等我了，观众都到齐了。真的，我发现你这两天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好了，你是不是外边有点啥事儿？啊，没有没有，那个。我挺好的，我跟你打招呼了，我那真的有急事儿，你看家里全靠我养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得赶紧去。你一点也不理解男人的心呢。那怎么着？这说老公老公的那太俗了。那我叫你什么呀？叫点浪漫的，能够代表我们爱情。地老天荒的，海枯石烂的，对，不烂也行。我明白了，对，海枯石烂的，至死不渝的，对，哎，我明白。这样，你这么看着我不好意思。怎么的？你呢？你先转过去。还得转过来，还给我个惊喜。你闭上眼睛。你再站回来。哎呦天哪，老浪漫了。我站回来啊，拉着我的手啊，走，还是我抓你吧。真的假？哎呦我天哪，听好了啊，太浪漫了。我至死不渝的啊，山盟海誓般的，你干嘛不死啊？他们是反着来的。